有花均匀、肉质暖嫩的沙朗牛，一口咬下，鲜甜滋味在嘴里蔓延开来。再进到豪华双人房，港都晴空映入眼帘，像这样的五星享受，现在使用高市府推出的优惠券就可享有超值优惠。吉祥饭店现在本身就有推出很多优惠的住房专案，那拿这个8000又再送800，等同又再打了一个9折，那其实换算下来的话大概有3折多。地方等不及中央的振兴券，决定自己先振兴，向高市府推出两个方案，观光旅馆买8000送800，加码升等房型或送早餐，一般旅馆买8000住6晚再加送住宿券一张，简单直接可以打折，我会想要用。镜头再转到云林，7条一日游、6条二日游的游程，只要你是云林县民或在当地工作读书的民众，一日游全程免费，二日游只要500元。应该会想去补坑看看吧。花莲从6月20到11月15号，国人不论参与旅行团或自由行，只要在花莲合法旅宿业住宿，就可上网参加抽奖。新北市也不让其他县市专美于前，推68条旅游行程。最低299，77家旅宿提供5折以下买一晚送一晚的优惠。各县市政府推国旅方案，就是要刺激消费，让民众很有感。